建安水道是北彰化地区唯一一个适合水上活动的区域。山西乡公所当年嘛拢会伫即个所在办独木舟嘉年华，吸引民众前往赏水。不过即个所在却缺乏基础卫生设备。山西乡长苏伟俊今仔日甲工业局讨论未来设置公用便所以及管理环节的细节，希望会当让更加侪人愿意来遮佚佗。会议一开始，山西乡民代表陈志燕就提出问题。为什么进前会勘这么多建设案到现在还没实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这个计划案，其实在早先前一个立委他就已经其实已经谈了八九成是 OK 的、啊、但是因为就是换人嘛，所以一切又要重新再跑程序，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点不公平的，因为本来就已经期许要做的。那刚好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知道说你们本来设计它是在我们的那个东侧道路的东侧的部分，那我有了解到说它那边是属于防汛用地，所以说你盖在那边以后可能就是变成如果有人检举那可能就是违建，所以我们公所里面他有在说，就是说是不是你们就盖在道路的东侧那边就不会有这个，就算人家检举它也是属于合法的建筑。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这个所在虽然属于工业局，但是依然跟山西乡非常有关系。假使这个所在相关设施会当好好啊规划甲建设，就当开拓彰化地区上安全的水上活动区域。今天吼，咱陈委员啊，今到三工啊，甲咱工业区啊这边服务中心来联络哈，啊，跟上会同相关的单位啊来甲咱服务中心来开会。啊，咱主席嘛真支持吼，啊，咱就是针对伫咱青安水道边啊，即河滨公园要设置咱的盥洗设施。那么即个所在是真水，啊，拢有真侪吼，有当时啊，假日啊，拢游客吼爱来遮踏青。那么咱公所嘛每一年都吼拢会办着即个独木舟的即个活动，啊，希望讲有即个设施吼。啊，未来咱伫个使用上，啊，乡亲的使用上吼，拢会当真方便。那么不只是讲，咱这设施来设了，不只是讲迄个咱办这个独木舟的活动，相信未来会有更加多的活动会当伫遮哦来哦办举办。啊，相信这个设施来予乡民吼会真大个方便。啊，这个所在真水，啊，大家会更加愿意来遮踏青，来遮运动。那么希望讲相关的单位针对这个问题吼，会当做一个解决，把这个设施经会当甲做起来。北彰化一定尽快发安全的开放式休闲用水域，建安水道属于连通山西新港，水温更加是稳定，相当适合作为水上活动的休闲所在。乡长苏伟俊表示，希望政府会当支持，让山西再度风光。新彰化新闻李明宏山西采访报道。